算来也有70年了吧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当时正值正那天，一伙贼人进村时，他身手十分了得，我只听到有村民称呼他张道长，可惜后来我再没见了。只知道姓张吗？70多年前的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在，后来年纪大了腿脚不好，就是孩子前不久刚拜入天师府门下呢。难道是陆羽？哎呀，你见过那孩子呀？老陆年纪大了，这两年好在陆羽这孩子知恩图报。是了，没事了。哦，是你呀，不好意思，你找我爷爷有？我想和你爷爷打听个天师府的人。你可以问我，我是天师府的弟子吗？你应该不知道，他应该……抱歉，我确实不清楚。该到散步时间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假扮天？老子不过就想搞点香火钱，我劝你少多管闲事。这闲事儿我还管你。兄弟们，看起来就是一群江湖骗子，虽然没找到全信，还是先把这群骗子赶跑吧。想到你还挺能打呀。我也没想到你们坑蒙拐骗的队伍还挺庞大。保护我，还有多少人都一起上吧。兄弟们都一起上。
你的弟兄呢？还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好重的杀气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天师府的口令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反正你马上就要死了。不过看，不要挣扎了，乖乖的成为我的食粮吧。食粮？什么意思？想知道？那就去问阎王爷吧。看你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，那么我也要认真一些了。请吧。迎你而来。你，我怎么可能？怎么？混蛋，你看不起我吗？就会打嘴仗。我和你可不一样，能动手的从来不动嘴。拦住他！这些就是刚才闯山门的那群人，难道他们是一伙的？查不到我。你怎么不逃跑了？臭丫头，这次我算算你跑。知道口令，实力又不简单。Thank you.